红色的空灯是喜庆的象征，红灯升起来了。 到处都是红旗飘扬，到处都是张灯结彩。从前熟悉北京的人， 今天一定认不出这个城市了。为什么这个古老的城市现在变得这样年轻？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节日，这是6亿5000万人民建设新生活的节日。归国华侨带着不平静的心情回到了祖国的首都。 欢迎你们，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兄弟。欢迎你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欢迎你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战士。 欢迎你们，一切爱好和平的朋友。欢迎你们，所有在这个吉祥的时刻来到了北京的客人。这一天， 中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贵宾，在这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10周年。他们聚集在这一个普照的五星光芒的屋顶之下，中国人民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芒照耀之下，开辟了自己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的新时代。 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他说：“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获得和平和进步的根本条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五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来自五大洲的各国贵宾应邀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首先讲话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兹洛夫同志。乐
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安诺沃提尼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金日成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优泽登巴尔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雅萨瓦斯基同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道比伊斯特万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吉加涅夫同志。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穆谢胡同志。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赫马特恩同志。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埃波德纳拉西同志。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团长野坂参三同志。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瓦德克罗歇同志。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约多同志。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吉罗拉马里考西同志。巴西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路易斯卡洛斯普列斯特斯同志。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伊巴路利同志。英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哈里托利特同志。阿根廷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维克托里奥科多维亚同志。古巴人民社会党代表团团长阿尼巴尔埃斯卡兰特同志。伊拉克共产党代表团代表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布伊斯同志。他们带着各国人民的崇高友谊，用最美好的语言祝贺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些献花的孩子都是十周岁，他们是和年轻的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这些孩子们诞生的时候，帝国主义曾经断言说，中国人离开了西方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而且那时候他们还打算把新中国掐死在摇篮里。可是你现在再看看，孩子们多么幸福啊。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尼谢赫鲁晓夫同志乘图114专机到达北京。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大厅举行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盛大宴会。周恩来总理祝贺赫鲁晓夫同志作为和平使者访问美国所获得的成功，欢迎他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公报。周总理说，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我们就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同社会主义各国一起在和平竞赛中胜过资本主义。赫鲁晓夫同志说，现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这样的发展使得资本主义的头目们惊慌失措。赫鲁晓夫同志举杯，为伟大的中国人民，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苏中两国人民永恒的友谊，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为世界和平干杯。这是1959年10月1日的早晨，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把他们热情的祝贺送到了这里，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里的消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这一天也发表了社论，说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目前北京正在庆祝的那个节日终将会被历史家认为是20世纪主要的里程碑之一。是的，不管你们喜欢不喜欢，10年前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早已在这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在这里已经稳稳地站定了有10年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彭真同志宣布庆祝典礼开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100年来，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祖国、为人民、为人类进步事业的崇高理想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林彪元帅在阅兵总指挥杨勇上将陪同下检阅各受阅部队。海空三军官兵对祖国、对党、对领袖抱有无限忠诚。中国共产党万岁！
林彪元帅宣读国防部命令，命令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的领土、领空和领海主权的完整必须受到尊重。分裂式开始了。中国革命是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的，中国人民的胜利是十月革命之后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把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对于世界帝国主义体系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整齐的步伐，高度的训练水平，中国人民就是用这种团结一致的步伐走过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初的十年。十年以前，美帝国主义者曾经把新中国的出现说成是暂时的现象，他们曾经使用了军事侵略、政治阴谋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中国，但是他们的愿望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任何困难和障碍都不能够阻挡中国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这里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绝不侵犯任何人，但是也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们。新中国巍峨的屹立在地球的东方已经有十年了，这不是暂时现象。
就在十月一日这一天，北京天安门前举行庆祝游行的时候，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的文章说道，在已经过去的十年中，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得越来越大的作用，下一步很可能是它作为一个主要工业国家而出现。这不是暂时的现象，这只是实现我们中国人民有史以来最伟大事业的新的开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建立了我们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从1958年开始，我国进入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58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年代。当这批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人们就更难以想象，在我们的土地上将会出现多么伟大的奇迹，多么巨大的成就。灿烂的国家，幸福的生活。短短的十年之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
正在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要在10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我们有快马加鞭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决心，这不是什么暂时现象，而是一种谁也不能阻挡的力量。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来，我国的钢产量增长了74倍，煤产量增长了9.3倍。粮食产量增长了1.5倍，棉花产量增长了4.2倍。我们已经在煤炭、棉纱、棉布的产量方面超过了英国。我们的第二个5年计划将在2年内完成。我们的过去是一穷二白，我们现在正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有信心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以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新中国的母亲和孩子因为他们生长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自豪。新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一切革命工作中坚决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群众运动贯彻在我国革命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且还建设了一支几亿人民参加的民兵队伍。100万人民决心捍卫自己的祖国，高举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红旗的我国武装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文艺大队出现了一片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这愈加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正确方针。
国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十年来得到伟大的成就。我国已经一而再次地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全国新纪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才能在体育运动方面得到了像这样的大面积丰收。在旧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美丽而辽阔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有着崭新的变化。6亿5000万人民旺盛的生命力，正好像是火山爆发似的，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发挥出他们无比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各族人民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2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以他豪放的语句描绘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欣欣向荣。他说，当前的时代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毛泽东主席的这种论断，在目前世界局势中是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新中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迅速成长，同样也是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
我们相信，还在久远的年代以前就发现和创造了这种美丽的焰火的我们的祖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一定再会出现一个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未来。我已经一而再次地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全国新纪录。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与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新中国人民，才能在体育运动方面得到了像这样的大面积丰收。在旧中国被称为一盘散沙的时代，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美丽而辽阔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有着崭新的变化。5000万人民旺盛的生命力，正好像是火山爆发似的，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发挥出他们无比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各族人民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2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以他豪放的语句描绘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欣欣向荣。刘少奇主席致开幕词，他说，中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是世界获得和平和进步的根本条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代表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向毛泽东主席致献词。来自五大洲的各国贵宾应邀在庆祝大会上讲话。
首先讲话的是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同志。越南民主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胡志明同志。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安诺沃提尼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金日成同志。蒙古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优泽登巴尔同志。波兰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雅萨瓦斯基同志。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道比伊斯特万同志。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吉加涅夫同志。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继续跃进，人民公社运动走上了巩固的健全发展的道路。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春年代。这批孩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人们就更难以想象在我们的土地上将会出现多么伟大的奇迹，多么巨大的成就。灿烂的国家，幸福的生活。74倍，煤产量增长了9.3倍，粮食产量增长了1.5倍，
化产量增长了4.2倍，我们已经在煤炭、棉纱、棉布的产量方面超过了英国。我们的第二个5年计划将在2年内完成。我们的过去是一穷二白，我们现在正走向繁荣和富强。我们有信心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社会主义的成就是同我们伟大盟邦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援助以及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中国的母亲和孩子因为他们生长在这样的时代而感到自豪。在新中国能够取得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中国共产党在一切革命工作中坚决采取了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群众运动贯彻在我国革命生活的各个方面。灿烂的国家，幸福的生活。短短的10年之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全国人民正在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要在10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我们有快马加鞭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决心。这
不是什么暂时现象，而是一种谁也不能阻挡的力量。从1949年到1959年，10年来，我国的钢产量增长了74倍，煤产量竟使用了军事侵略、政治阴谋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中国，但是他们的愿望只能遭到可耻的失败。任何困难和障碍都不能够阻挡中国人民革命势力的发展。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是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这些武器绝大多数都是我国自己制造的。绝不侵犯任何人，但是也绝不容许任何人侵犯我们。成就灿烂的国家，幸福的生活。
短短的十年之间，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国人民正在精神焕发，意气昂扬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要在十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而且还建设了一支几亿人民参加的民兵队伍。亿万人民决心捍卫自己的祖国，高举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红旗的我国武装力量是不可战胜的。文艺大队出现了一片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繁荣景象，这愈加证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艺术发展和繁荣的正确方针。六亿五千万人民旺盛的生命力，正好像是火山爆发似的，在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发挥出他们无比的力量。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伟大、正确、光荣的中国共产党。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中国各族人民伟大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中国人民十年来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2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以他豪放的语句，描绘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欣欣向荣。他说：“当前的时代，唯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保其美妙之青春。” 毛泽东主席的这种论断，在目前世界局势中是越来越鲜明地表现出来了。新中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的迅速成长，同样也是印证了毛泽东主席的思想。